界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代表团正站在人类自然文化遗产博物馆前面，这个我们是活着一种崇敬的心情来到这个展览馆前，是追寻人类文明的发祥地。我们看了以后感到很震惊，很受教育，很受鼓舞。你们在这个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好。刚看了遗产基地，现在正在参观博物馆，整个的遗产保护很好，博物馆的创意设计和管理都非常优秀，我们也为此而感到高兴。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悠久的这个很好的友谊关系，特别是近些年来，两国的高层互访在经贸、在教育、在卫生、在文化合作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。我相信今后我们在这个文化遗产方面有着更加深刻的、更多的领域的合作，也祝你在上海生活愉快，谢谢你。